Hello， 这是一个小姐姐找我定制的一款丝带花花头，这是我第一次接丝带花头的一个单子，因为之前找我定制纸巾玫瑰花头的单子比较多一些。这是非常一个有创意的视频，因为我问了小姐姐这个用处，她说准备要粘在那个礼服上面。然后这个单子的话比较着急一点，所以说我当天做出来当天给他发走，因为他每一个花朵的话他需要13到15个花瓣给他组成，所以说比较慢。这是给他做好的一些，然后开始给他打包。然后小姐姐这个创意的话特别好，我也收到了反馈图，真的是惊艳到我了。把花头的话一个一个去粘在礼服上面，粘了一个形状，特别赞。好啦，先打包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